黄子韬搞笑表情包，涛涛展现他搞笑的一面，让人非常的喜欢。黄子韬1993年5月2日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，中国男歌手、演员。2010年参加 MBC 伟大的诞生海选比赛，现场被 SM 公司星探相中签约，并成为其旗下练习生。2012年4月8日随 EXO 组合正式出道。涛涛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与演员，虽然曾经饱受争议，但是他从不曾放弃过。涛涛说，这次他一定要澄清一下，他的那个是卧蚕，不是黑眼圈。他说他也只是一只喵喵，不是小仓鼠，希望你们不要弄混了。涛涛不好意思地捂着脸笑了，因为他被表扬了，他就笑得非常的开心，看来他也是一个很好满足的人。穿着小树造型的涛涛说，他就是一棵小树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